没有错，之前讨论的那些方案都已经不存在了。我们现在是进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，就是政党的协商，也会包含郭委员、市长在内。我们大家就是能够希望达到民众所期待的目标。但是我还是要讲一句话，其实我今天也跟柯主席也表明，因为的确前一段时间拖了一段时间，有很多的民众会不耐，甚至愤怒啊，我们最多表示抱歉。我昨天已经讲过了，我们会努力加油，因为带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持续的把可以完成的部分先完成，然后堆叠善意，然后对于这些还有需要讨论的，我们坐下来再好好讨论。